一点哦，要来放眼了。放眼的瞬间，斧头就出来了，闪现过来，但马上跟闪出来。但是旺已经也贴了上来了，这个斧头虚弱也直接下手杀落在一泽瑞尔手上。哇哇，纳米也跑不掉，左外面四个战士竟然全交，终究的两颗人头还是掉了。不会你们不会想越他们吧？哇，想杀想杀，上龙这边连桶炸出来。威尔哥进去了，能不能收人头？有点太硬要了，威尔哥死了。离谱了吧？喂，上龙还在蹲，但这边眼睛都已经看到了。快走快走，完了，要被欧拉夫弹起来了。哦，欸、可是开中吗？一个，来换掉一个，换掉一个，换掉一个。目前人头平均分配哦，算中野下都一颗，再来一次。开扁，但是三打三，直接要把路线收掉，路线先倒了，变成一个二打三的局面，赶快往左边撤退。中路两个人都不大，我有个没大。披萨要倒了，但是在他倒前，意识收掉一个以后，变成阿芬灵魂继续开砍，砍不倒啊。维克斯雷兹的车好像被维克斯断了，现在的中路那边应该也在激烈背头。能不能收掉？两百滴，喝水，喝水，喝起来，扭扭，哎呀，没扭掉。是八分钟，但是我有遇到，下来后直接遇到刘娜的蹲点。哎呀，但是我这边还有中路一起靠过来哦，又变成一个三打三，直接扔雷出来。哇，下半部那完了，来了惨了，台座，这个主动的进攻都有拿到不错的东西。现在这条龙能不能劫持下来呢？披萨来喽！哎，没有抢到，但是没想到，但是要开打了。护士杠也已经到了，伤害爆发，一大拳砍下来，收完以后，斧头有反击吗？还要打吗？再扑上去，正面再收一个。OK， 轻轻松松，中野开虐。哇，而且这个预示者可以直接掉哦。一杀了上路要被越了，啊，有，他有在看。直接开车，车进来以后，石头人先手，闪现往下走，哇，中路拖了好多时间，撑了很久，但是左半边的资源全部都来了，又扑上来。哎，大学虽然没有再继续追到，但是没关系，闪现过来想要来抓，雷子赶快喝水喝水，最后这个 Q 没有中。球果台难逃啦！哎呀，披萨从后面来，前后包抄，你终究还是得死。只是刚刚威尔哥如果回来的话，可能战局就不一样。好险他是没回啦。哪里？哦，这里就放了。哎，叫了叫了。哎，晕住，直接接一套，拱住。哎，控起来，大绝扑起来。哎呦，差点就没了。哎，闪现进来，直接躲，收掉以后，这边一直有灵魂往左边想要跑。技能跳走，大绝再拉开，来两次不够，来三次可以了吧？直接扑进来。捅一枪，石头人要撞了，大绝要撞了，顶上来，赶快吃橘子，这次有成功收掉，会不会被换掉？啊，会，应该会换掉一个，这边会去抓。对，夹击过来了，这边保底换一个、啊，这边一定死了。保底换一个嘛，这里，这一定 OK。啊，一直又那完全不知道有人蹲在自己家里吗？扫眼，扫眼，扫到了，扫到了，扫到了，哎，有人啊，有人啊，有人，有人，吓到了。哎，往下走，但资源马上就到了这边的地方，才晕住，大学下来晕住，这边威尔哥直接先倒了，还可以再劈闪现过来，再带走，中野都倒了两个，可能最肥的，一直劈，上红来这个一打三，上红只能先跑，闪现过来，雷兹跟伊泽瑞尔两个箭头成功的收掉纳米，是很重要的，他知道的话，他有机会停牌，哎，直接狙到，大学直接中以后扑上来，孔大。哎，技能是不是丢外？但最后能不能炸死？没有，剩下100滴左右，伊泽瑞尔轻松的逃掉。但是 Kiki 这边可能就要代替伊泽瑞尔牺牲掉了。哎，最后一刻，伊泽瑞尔贪心的加速伤害，直接被刷到了。然后我有个开大躲开的技能躲起来了，往上走，还在拉，因为这边上半部有雷兹的车，雷兹选择不上车，直接来了，但又来了，赤色屠戮吃好吃满，完了，哇，雷兹被射穿，石头人这边也很尴尬，好船长一个桶子中路，已经没有大绝，没有闪现。直接被炸死！哎呀，这边如果再走进来，要出事了，披萨！好，直接不见，中线没看到人，大绝往下跑，精准弹幕，开刷！哇，两颗人头又掉了，再抓第三颗，哎，车图直接射！哎呦，蹲在眼上，紫草没放眼啊！威尔哥侧面埋伏，抓到，直接先收掉雷兹，变身雷兹，往闪现往岸上走，开裂，抓掉。外面威克斯也进场了，哇，又开裂了。这边带走以后，大绝再砍下来，血量已经压得够低。上红能不能再帮助队友们收头？可以。好，最后一只了。满血，满状态，追着旺跑。我想要绝地反扑吗？你有机会吗？没有。好多是粉，直接往上杀下去抽奖，有没有来一个？轰轰一个啊，不用很痛，再一个两桶可以，两桶有点痛哦，三桶
再来吗？哎，没有被点掉，但大学直接撞了，要把威尔哥给秒杀掉的，不能把他收掉。大学劈下来，惊人，撑住了。哎呀 ，GA 也到了，直接拉起来了。哇，雷斯这边也顶不住啦，完全崩盘，游戏结束。拜拜 ，Double Kill， 没有机会。哎呦，都变惨了哦，有一点点机会哦。哎呀，没了，这桶太痛了。真的，这桶太痛了，太无情了，这炸掉了，崩盘结束了。洗输出，哎，他有小板甲，又把自己弹起。如果再吃一下塔，没死。OK， 顶住，结束。哇，最后的话是完美的零换五，收下比赛。